台湾第一出百老汇式的观光秀《台湾舞娘》在今天遴选了舞蹈演员，由范可清领军的剧团开出了月薪50,000，供应食宿跟国外演出机会的优渥条件，吸引了300名的专业人士前来报名。整个比赛过程像是一场秀一样，非常精彩。台湾第一出百老汇观光秀《台湾舞娘》征选30位舞蹈演员，吸引了300多人报名参加。评审即兴出题考凳子舞，一组一组的进行复赛淘汰。有参赛者灵机一动爬上墙面，很有创意；也有人把凳子甩得远远的。这位戏剧系出身的男生马湘明具有明星气质，他节奏清晰，有戏感和创意，评审一一出题。OK， 谢谢。这次台湾舞娘打出月薪50,000，包食宿，提供1年的工作保障，相当吸引人。因为我很喜欢表演，那我想要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。第一出戏的女主角刘真要饰演一位钢管女郎，然后我整个大腿内侧都是 OK， 然后一直到我现在练习，我爬钢管的速度非常之快，所以如果有小朋友的风筝卡在电线杆上，我现在应该可以帮他拿风筝下来。决赛选出了30名舞者展开集训，年底戏会开锣。